如果不流鼻血，不严格的训练，他会流血。我们先来看一下哈，我们海军陆战队的模拟作战的几张图片哈，那你看一下，第一张是烈日下操练憋气致流鼻血，这严不严重？报好告严委员，重哦。这个都在我们这个训练范围规范之内。在规范之内。好，这些照片我从哪里来的？我从哪里来的？我从国防部发言人他的脸书当中来的。脸书 po 了这几些照片，而且又在母亲节当天 po 出来的，是不是宜呀？你是要跟他表示说，我把你的囡仔操到足辛苦的，还是说我照顾你们的小孩子照顾得很好？到底 po 出这些照片的用意是什么？国军严格的训练，不是拿来做秀用的，而是展现我们军事训练的战力。因为战场上的环境比这这个代表严是酷得战力太就多。对了，是的，流鼻血就叫战力。它都是训练的一环，啊，它要适应这样战场环境，它可能比这个流鼻血更严重。如果不流鼻血，不严格的训练，它会流血，哦，它会致死。所以你认为今天我们来 po 这一张照片，在母亲节我们发言人 po 了这一张照片是我没有跟你问报题告一的。下，海军陆战队它最后它有一关口要过天堂路，所有他的父母亲在旁边，他的亲人、他女朋友全部在旁边。副部长，看你到不要这再样继严续格讲训练下的去话，了。他你再们继续讲非下常去，非我常相的信感动，可跟能他你孩们子们要讲。募兵又募得更困难了。是，谢谢谢。您。